这个很便宜买的，下了鸟窝咋了？你那条狗，你那条狗应该很便宜买的，下了鸟窝咋了吧？欢迎白浪，只是你那条总工白浪，总工，只是你那条总工黑熊还可以啊，松狮三代。欢迎大家，欢迎黑哥。欢迎小猪。欢迎大家来到长沙武汉圈。欢迎农民的日常。欢迎大家。欢迎一路狂飙，一路狂飙，你说你那狗要换啊？一路狂飙，你是说你那狗要换掉不？看一下虎斑，没有虎斑，我这里没虎斑。我这里没胡斑呢，是要换掉不？周六去展会玩，我不去展会了，我没钱，我去不起展会。换掉可以啊，补差价嘛。我一张门票少了啦，兄弟。我最少要两张呢，对不对？那可以啊，你给我搞两张票嘛，搞两张票我就去嘛，欢迎再回首。OK， 你发给我了。是哪个展会啊？是世界之窗这个还是那个光达那个，在哪里啊？我最少要两到三个，我因为门票的话要两到三个。手机号肯定有。师兄
师兄，那可以啊，师兄可以啊，到时候去学习学习一下。黄哥还没到吗？没有，黄哥还没到，黄哥没到，黄哥没到。我告诉你，他妈的好多人在等黄哥，在等那条下尸。昨天让我帮他找，让我帮他还找个审查，审查审查啥？有啥老弟能做的？搞狼子不搞狼子是？我告诉你黑皮啊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我还要去，昨天去了，明天又要去，明天又要去，黑皮啊，换，老板换什么？没有，这个手表好多年了，这个手表七八年了，一直没戴过。那是狼子，那是不是不是？把说一下，我想把我霸道修一下。你发给我就行了，发给我去。有解漏的没有？有姐，你去不去？土豆，你去不去？你去我就去。我这里又看了一个鱼塘，4000块钱，五亩，保底400斤鱼，先干塘后给钱的那一种。如果说没400斤，一毛不要我的，还给我开人民工资。给我搞个解漏的猎犬，黑皮，你是不是玩摸摸唱的那个黑皮啊？啊，黑皮，你是那个玩 MMC 的那个黑皮？哦，不是同一个人了，哦，不是同一个人了，哦，那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是同一个人，我以为是我那个朋友黑皮嘞，我说他实在他不玩过了，解漏的，我告诉你。给你，你等会你们又认为不会解漏，我以为是我那个朋友嘞。养了这么多土嘞，这是我嘞。提出了一个经验，那就是不能给他们吃饱，一旦让他们吃饱了，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你看，只要一开饭，他们就会蜂拥而上，把肚。老猎户的狗。我那个6000块，5500买的。那个母狗5500，5500还可以嘞，那个狗还可以，有一定的头板，有一定的东西。兄弟，你再给我，兄弟，我们从此以后不要啊，等一下，我看怎么说。兄弟，咱都玩这个东西，反正话还是大家都是兄弟。莫去打价格战了，那没必要了。你的价格一定要顶住了，莫不顶住的了，因为你的主打不是五黑，价格一定要顶住。他那狗出的小狗挺好看的，我发小狗给你看一下啊，出小狗挺好看的，这是第一窝生了8个。我一直在等解漏，明天给你搞好狼子。黑皮，你解不解？你要猎狗是吧？黑皮呀，你要猎狗不？砸下你要不要？这个的话很简单嘛，到时候我这些出的 OK 的，你那边有那个客户的话，我直接发给你卖都可以的。我这个的话，我是附带养几条好玩而已。价格我这边的话绝对不会很低的，低的话就没意义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，因为你不是主打做这个，我最怕的就是不是主打就来打价格战，那没必要，知道吧？都是几个兄弟，反正任何东西，话讲到那个，价格低了没意义，绝对有用，拉下是绝对 OK， 懂吗？砸下。真的砸，
那这条虾是绝对 OK。我告诉你，这一条虾是，这一个过来的一条狗，可以啊，你直接拿基地就行了，拿基地就行了。我这里只能上门自提的，我郑州今天早上郑州客户，我给你看郑州。郑州开车过来的，1300公里。OK OK。昨天晚上出来的，对，视频有我定位，对。郑州。对，就视频里面的定位。说了，很多人不敢相信的，郑州客户。